我没时间了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再见到三叔。 这件事情跟三叔有关系，就算再危险，我也必须要去一趟。大宝贝，三叔的事儿轮不到你管。那要是他失踪，真的跟听雷有关系呢？这个人姓焦，国内没有他的任何信息，最近在召集盗墓高手。 应该是准备下一个大幕，马上召集黑瞎子，让他想尽办法接近这个人。为什么雷神背后有信息？所长，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？你东西过来。 全都是人皮用。哎，胖子，要是哪天我死了。 你会不会也这么难过呀？我会陪你一起死啊！不行！我一直就是一个让你们不太省心的晚辈，但是就是因为有你在，我这一路才能走得那么放心。不管出什么事情，你们都会在我身边。现在剩下来的路。 我要自己一个人走。你们是打不死我的，来啊！这世界很酷。